这是在大连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什么地方？大连，滨海西路，对，滨海西路，非常漂亮，你们看看，特别漂亮啊！这个阳光明媚，然后最要命的是，我们对面就是个游乐场，我的那个办公室的窗户就正对着这个游乐场。本来是想看大海的，但是天天看到有人滋哇乱叫，现在他们在坐那个过山车、海盗船，但是呢，你能感受大家这个生活的快乐。其实我们提供这个健康的食品，也是让大家感受这个生活的快乐。然后你看看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会员中心的这个门面，叫崔永元，叫崔永元食品文化交流俱乐部。我看这个网上什么人都有，说这是假的，这可是冒牌的。您看现在我出现在这儿为您现场直播，您是不是就是心里的疑虑能解决一点呢？昨天呢我接受了6个小时的采访，这个回到屋里可能已经快天亮了。然后就看网上舆情，观察一下舆情啊，非常热闹。说我雇了一个黑社会的人，杀这个叫地瓜熊老六，就是地瓜熊老六，就是大连的啊。然后这个饼干姐什么的，就这些，就是我说的这些臭流氓，都积极的参与了这个转发啊。这个事儿我觉得不用解释吧，这个没什么好解释了。我觉得公安机关赶紧介入调查就行了啊，公安机关赶紧介入调查，谁是凶手赶紧。